好甜酷啊，是转校生吧？不是啊，这是查查呀。啊，他的腿怎么变得又直又好看啊，简直背影杀呀。我才不会告诉你，是我靴子穿得好，知道吗？不同的靴子可以修饰不同的腿型，让腿显得又直又长。你适合哪种靴子呢？快来测试一下吧。首先将双脚并拢，自然站立，膝盖可以并拢，选 A， 不能并拢选 B， 脚踝可以并拢，选 A， 不能并拢选 B， 小腿内侧可以并拢，选 A，不能并拢选 B。 如果你是 ABB， 那就是 X 型腿，适合马丁靴、切尔西靴、过膝靴，遮住小腿，让腿显得更直，线条流畅。如果你是 AAB， 那你就是 XO 型腿，适合骑士靴、过膝靴，拉长腿型的同时超显高。如果你是 BAA、BAB、BBB， 那你就是 O 型腿啦，穿骑士靴、牛仔靴会更合适，可以修饰小腿腿型，让腿更显直显细。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告诉我你是什么腿型吧。